然后有发现好像有一边好像硬硬的，然后因为工作在赶货，然后先下去的时候，他是确定说是港案没有错。反正我爸也不太早就离婚，长官在那边养我们四个小孩，就读治疗，钱的方面不用担心了。但是我一直只想叫你们继续走吧。才15万的啦，三季度得爱偌济钱嘛？我讲爱偌济钱嘛是爱开，你若无去，我就啥物都拢无路啊。我嘛讲伊爱甲爱伊自闭的强啊，希望是讲安尼，大家斗相共哦，安尼甲伊看癌细胞看控制落来袂啊。